SNEC 第十六届国际太阳能光伏与智慧能源大会是全球光伏领域的一次权威盛会，是光伏从业者们展示和讨论政策导向、市场趋势和最新科研成果，相互交流联络的国际化平台。在这个备受瞩目的行业盛会上，硕标新能源将作为中国大型光伏支架系统制造商参加展览和论坛。硕标主营的光伏产品有固定光伏支架、双轴跟踪光伏支架、单轴跟踪光伏支架、柔性光伏支架、光伏车棚、光伏升屏障等各类光伏 EPC 工程，具有多年的行业经验及优质口碑。此次 SNEC 光伏展览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展览面积高达27万平方米，来自全球95个国家和地区，共3100多家企业参展，已成为在中国、在亚洲、在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化、专业化、规模化的光伏盛会。除了主题论坛和对话外，大会还针对应用市场的研讨会，涵盖光伏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其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聚集了全球各界相关业者，共同探讨光伏产业在欧、亚、美三大光伏市场的合作发展策略。河北硕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一家专业生产光伏支架系统及 EPC 工程总承包企业，可承揽一站式大型光伏电站整体方案，并自主研发和生产具有硕标特色的光伏支架产品，是不可多得的中国优质新能源企业。硕标新能源注重高质量、高效率的生产理念，致力于全力释放产能，打造全品类产业链工厂，为客户提供更多选择和便利。此外，硕标新能源还专注于零碳智慧交通解决方案，为城市交通问题提供新的解决途径，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硕标新能源将在 SNEC 光伏展览会上与来自全球的政府部门、行业领袖和专家学者进行交流，推动光伏产业的发展和创新，携手合作共赢，共谋光伏发展。这对硕标来说是难得的机遇，也是对于我们多年来不断前行和创新的认可。我们将同全球从业者一起把脉中国、亚洲及世界太阳能光伏发电市场，共同引领行业创新发展之路，以低碳发展引领时代潮流，点亮新能源之光。此次大会，硕标新能源将在 N5393号展位等您，一同相聚上海，共享盛会。